现在到了各位专业评审投票的一个时间，橙色代表的是原野希。第一排的各位老师，三二一，请投票。Oh my gosh！ 我统一蓝色哦。第二排，请投票。希姐，不好说。第三排，请投票。希姐这一轮不是她最擅长的东西。谢谢各位。第四排，请投票。票数比分不是我预期。袁野希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淘汰。其实真的很不希望他在这个环节就离开了。未来我相信袁野希他是一个从来没让我失望的创作人，他不只能够写歌，他还能够表达，他的唱功非常好，既流行又有深度又高级，所以我觉得希望这个专业评审能够给野希再次表现的机会。